他就说啊，太吝啬了，钱了，就你把全世界的财物都攥在手里了，不懂得分享给你身边的哎老弱病残，或者是就像比尔盖茨或者那些啊，就是从来不懂得做一点慈善，这叫吝啬嘛。还有就是太贪，永无止境的觉得自己不够。哎，这个这两点如果不具备的话，钱有什么呢？赚个钱哎没什么。啊，去的不是钱，是去贪婪的吝啬。去贪婪。哎，还有对钱的执着，就是。失去的时候那种得失感，就是当你有钱的时候你那种虚荣，你觉得哎，你有钱你就多高等，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那种不自信，还有你那种失落，哎呀一下子你的跳楼自杀的那种状态，这些东西你要把握在金钱的得失里边，这个时候这个钱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坏处啊。如果你怕失去，恐惧失去，对钱耿耿于怀，那你就钱已经，你成钱的奴隶了，你就被恐了，因为你不一定很恐惧失去了，那个钱就你成了钱人，钱就捆绑你了，让你不自在嘛，还有就是得失感，还有就是太贪婪太吝啬，这些都是我的手机没发生声音了，是我的手机。